这一道菜教我们做什么？这一道做的话是一个带子。带子，啊、哦，就是这个。清煎一下。清煎带子。今天我们的带子呢是配一个椰菜花，然后那边做的是一个椰菜花泥，味道相对清淡一点，然后不会抢这个带子的味道。这个是拿了一个新疆香妃王的葡萄干做了一个酱，然后加了一个西餐里面的水瓜柳。哇，这提子干好大一颗，你才飞软就好晒，然后就融入到这个酱里面。嗯，再给一点味道。哦，也是给一点盐。盐，然后给一点胡椒，一点点就好了，因为带子呢，它原本就有一些咸味的。煎带子咧，最紧要咧就系佢油温咧一定要够大。对，要够大，将佢个肉汁咧就锁住喺里面。煎到呢个带子咧两面金黄色就 OK 啦，这时候就可以煮这个酱汁了。是的，把它煮热一下。摆酱汁在下面，野菜花的一个酱汁。其实，在这个这么有艺术氛围的一个餐厅里面，自己做出来的菜式都比较有艺术感。